你就适可而止了，我不会再被你利用，让你接近齐沙奴。他现在过得很幸福，有个真心爱他的人在照顾他，别想再拉他跟你下地狱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而且不可能复合。我不相信。 GTV 戏剧台，今晚11点，看见春天。